干杯！来吧。什么？亲吻自己左边的人。哇！吴景浩，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？就是你也太不配合了。大冒险的是韩飞，又不是我。来来来，我们谢谢啊，我们谢谢。你继续去。吴景浩，这次可轮到你了啊。写的什么？真心话，说出你最喜欢的人名字。嗯，白求恩。白求恩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没有啊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不玩了。